民进党下台。I'm 40 years old, and many people in Taiwan just like me. We don'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houses, then we cannot afford to get married and raise kids. 在台湾呢，我们的那个房价跟薪资的比例呢，已经高达9点多倍，也就是代表说，我们要不吃不喝，9年多快10年才有办法买一起房子。就是这句话让大家破防了，10年买得起房子，他们还要抗议。哦，这个是这位好朋友啊，他的帖子，孤傲的狂生，谢谢啊，谢谢这个狂生大哥。在他帖子下面呢有评论，评论说，放心。回来之后死都买不起房子了，瞎说什么大实话，台湾人搞抗议完全不顾及大陆同胞的感受。这叫生在福中不知福，要感觉幸福还是要对比。这也能抗议，这也能游行，让我们情理何堪。人比人得气死人，完了。